原来当一个小一的妈妈压力这么大。很常因为写功课的事情，我会发飙生气，非常就是大爆炸，那种吼到应该会楼下会听见的那一种。他下课时间跟同学一起去欺负一只已经受伤的鸟。我在跟他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，我会想很多，就是怎么样会让他不会觉得我只是要骂他，因为我还是比较想知道会发生这件事情的原因是什么。我不喜欢都用责骂的方式，而不告诉他那个背后的原因是什么。我还是想先了解他的，他会做这件事情是因为什么。我就担心他不快乐，最担心的是他发生了什么事情回来不愿意跟我说。所以在沟通上面，其实我会比较小心，我要小心的先站在他的立场，才不会导致以后他发生事情了，觉得如果跟我说，我都会责备他或责骂他，他就不把事情跟我说。因为他念小学之后，然后有很多功课，其实我还蛮常爆炸，情绪爆炸的，很常因为写功课的事情，我会发飙生气，就是用这样子的态度在对待他，可是。其实他还在提醒我，就是他是很爱我的，那我觉得他也是知道我还是很爱他，对，只是我们都还没有适应，他还没有适应国小的生活啊，我也还没有适应当一个国小新生的妈妈，对，我不知道原来当一个小一的妈妈压力这么大，没有了，就是我儿子，我其实算是脾气很好的人，但是就是我自己也吓一跳，就是。我儿子长那么大，他们都觉得我对他太好，但是我真的就是这三个月非常就是大爆炸，那种吼到应该会楼下会听见的那一种，我很生气，对啊，很糟糕。